大家好呀，我又来吃公司食堂了。第一个菜，小炒牛柳，这个好吃，我拿一个。炖鱼不吃了，下一个。烤鸭，炸鸡块，糖醋里脊不错，拿一个。雪菜豆干，炒鸡蛋，西葫芦炒肉，鸡肉冬瓜汤，皮蛋豆腐，这是稀客呀，必须拿一个。玉米青豆，炒年糕，还是拿一个玉米吧。菜就吃这么多，看看今天是什么水果，葡萄呀，必须来一个。看看这位同事给的柚子茶，先喝一口，真好喝呀。开吃，看看这牛柳，跟牛肉干似的，辣辣的，超级好吃。评论区糖醋里脊呼声超级高，今天尝尝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做的真不好吃，跟外面的饭店差远了。看看这个皮蛋豆腐啊，大夏天吃点真爽口呀。这个真好，玉米就得拌饭吃，这才爽呢。中午就这么着，看看晚上吃点啥。晚上吃一个牛肉土豆，一碗炖菜，荷包蛋，炒饭，再来一个馒头。今天工作就到这了。